是有拍吗？啊，没有拍的话在这打。这应该是有拍啊，就是这我真的得说，就是说我觉得我很庆幸在我高中，先不论之后是怎样，就是我觉得我很庆幸在高中这上学期能够遇见这一群人，就是我们不管我们是二班或是三班，我觉得这两天的活动，我觉得我们比对彼此感觉关系更亲密紧密的，可能是因为野炊大家的口水互来互相，要么就是什么那个晚上盥洗的时候就哎帮我拿下内裤啊那种，对，可能关系更亲密。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，就是像是我们任何活动，就是团队合作，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棒，能够和一个 team 一起完成一件事，然后更是当你有一个成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更就是已经不白费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就像我们这一组第二小队，我们这一组今天的活动一整天下来，我们没有赢半场，但是很烂，你知道？但是事实上，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失败，因为我们至少我们这过程中我们很努力，就像是我们即使失败了，但是我们最后被别组那扑克牌被抽走，然后还是一样拿到同花顺，然后不是很棒吗？然后就是你事实上你有获得一定的成长，还有我们第四名，不好意思，第四名，然后还有就是像今天的表演啊，就是我们这一组真的。我得说，原始稿真的是新三色，但是就是很脏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因为我们一起努力嘛，然后我也想说，就是不管你觉得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，但是你要相信这一切的努力 ，OK。然后就是真的很感谢大家，我觉得这两天真的是我会，就是我想着好吃。就是永生难忘吗？真的，我觉得我以前都会说这一句，就是有一天我老了，老到我的眉毛就是风吹过来都会痛，就是老到那种程度的时候，我相信我回忆起这些东西，我还是会很开心的笑起来，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重点有听到关键字对不对？同花顺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一直输，但是我们是同花顺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啊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，但是我们借由各种不同的努力，我们会达到我们最想要到的那个结果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的。好，赶快，要去。